二通，左手边第三张放上去，发财。碰一个，啊、七手不在。六通，好吃的，我觉得可以吃。好吃。九条，我觉得可以碰。阿西，要不要让我玩呢、欸？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玩游戏？摸一张牌这么难？哇！三饼，妈的，我自己来。哎呦！他给你摸到你就开始累死了，是怎样？你不会要二万吧？我打二万哦。不用不用，你打你打。不要哈。那我打，我打，谢谢啦。他胡了，他胡了。干！啊、你骗我！你没良心！他妈怎么这么说？让我玩游戏！你不是说不要的吗？不能相信鲁叔叔。鲁叔叔就是为了削你这个老狐狸。削到你个老狐狸，笑死我了！南风，我以为你要讲我打二万，然后打出来是二筒，怎么知道真的是二万？一万了，真的。